李老师、魏老师好，还有那个师兄师姐们好。我刚才被调整了，现在还在摇，因为原本是昨天我做见证的，但是昨天郑老师帮我调得太好了，我有点就是很晕的感觉，就是讲不到话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前两天，本来呢，郭老师帮我订的那个旅馆啊，是要搬的，他本来说是，最后一天，但是呢，他后来说又是，24号要搬，26号又要搬，所以我不愿意搬，我就想怎么办呢？后来我想，要不然。我把那个好一点的房间给那个人订的那个人住，那我就不要搬来搬去了。我就开始想，太有才了，我的脑筋转得太好了。后来就想想，不对嘞，我昨天晚上啊，魏老师帮我看戏了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的。长生节让我觉得很多惊喜。我记得刚接触那个长生节的时候，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我的同修。他说花花，我观察你很久，我觉得你应该去洗长生血。什么是长生血？他说嘛，是就是用宇宙的能量去帮人家调整。我就想会不会被人家骗了，不要钱，我又不相信，不要钱，你这么好的吗？我一点不想去，他就跑到我家去，他说我帮你试一下啊。那天呢，冰冰也刚好到我家，他就我不信，所以他要帮我试的时候，我就随便啦，给点面子他啦。他放的时候我又不专心啦，然后几分钟以后啦，有点觉得他的手有点热。后来他帮冰冰调的时候，他的手是冷的，但我现在也没有放在心上的。那冰冰告诉我，他帮我调的时候，我回去我脖子疼啦。所以说，我们去看看啦，又不要钱的，我们就去学了。那因为不要钱才会去学的。因为我是不那么容易相信的，甚至因为我不相信，就是说，两只手，因为我有个朋友是科学家，很出名的，姓何的，他说。用两只手一放下去就可以。那我学了20几年的那个医学，我学了干什么的？那还有用？怎么？我不懂。但是呢，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。我刚学了开的那魏老师帮我开的那个，就是第七、第六的时候，我回去第一个人找最安全的，找我妈妈。我妈妈是最安全的嘛。就一放下去，我妈妈跟我都好大的反应啊，很神奇，很神奇的。她告诉我，感情低这个不安啦，就是全身就有一个很舒服的包围着，有个气啊。对我来说，刚刚两个第一天嘞，不可能啦。我就说，很大很大的鼓励。本来呢，我妈妈的家到我家要2个小时的。我就想，我帮他调1个多小时，我就回家了。然后呢，那天我帮他调了4个多小时。4个多小时呢，他告诉我什么呢？他有那个糖尿病的，糖尿病呢，他说，我感觉那个气呀，那气呀，我感觉到卡了球了，但是从来没有试过。你懂吗？会听吗？那气我感觉到卡尾、手尾，只是他的。福建话有时间嘛，跟咱有差一点点嘛。我们讲的就是这样。我是用我妈妈的话，她说卡了球了，那我就很大鼓励了。我说你平常没有到吗？她说，我每一天呢、睡觉的时候啊，我要擦那个做有灸在空门空门牙齿那点。会听吗？我妈妈是这样告诉我。然后呢，她说半夜的时候还要疼酸疼醒了，还要再擦一次药水才可以睡觉的。她说我帮她做了以后呢，好一点。但我得到很大的鼓励，我就找冰冰再帮她调。我问你调了，好像第二次也有2个小时吧？她说就我不需要再擦药水了，你也不需要再整，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你不要来了。然后我们再调了2次。他现在呢，他就说，
本来呢，他就一直看到冰冰，就说：“嗯，麻烦你了，不要啦。”那但是还是坐下来给你调的。现在他就真的，哎，我好了，你不要麻烦你了，你们有事你去做啦，我已经没事啦。哎，那我很开心，我很感谢长生节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到台湾来啦？我等不及了。不要谢谢。林老师，林老师让我觉得呢，他一个人可以这么优雅的讲课，然后呢，他开我的智慧，他可以答了我所有我想问的问题。谢谢林老师，没有上台。还有魏老师，让我开了智慧啊，让我觉得，原来我这么有才是来自开了学道。谢谢郭老师，让你辛苦啊，好呀。